我是刚刚的车长的109呢。5月23号，瑞芳的龙蛋278次的普悠马之鸟，103104普悠马之鸟。109年5月23号，瑞芳的龙蛋9点57分。我拍的是278次，今晚好谢北回香港花莲的普悠马之鸟 T12013104普悠马之鸟，来自407次交通员香港树林的微笑圈快车，有8141马上，谢谢各位观众，拜拜。